大家好，我是总商，我今天跟你们说一件事，就是我终于拿到台湾的居留证哦。这个是什么呢？就是在台湾可以工作，然后在台可以留在台湾一年的，终于拿到了。我以前是在台湾的大学念书，所以我大学的时候的 ALC 是已经过期了，所以我需要另外的居留证。然后这个居留证是工作的证，工作居留证，所以我可以在台湾一年的工作。所以我六月的时候找到一份工作，日本的企业的工作，然后我在台湾开始做，我好好努力。然后在一年之后，如果公司想要我的话，继续在一年。所以每一年每一年有他们的那个 check 这样子。好，那以后也请多多指教，我在台北开始工作。OK， 拜拜。